那我们今天呢，现场呢也特别的邀请到这组嘉宾呢，可以说非常适合我们这一档小小兵的联名主题日。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一家人哦，让我们也掌声欢迎好圆、好亮、好点心一家人出场，欢迎你们！巴拉，爸爸，你应该要用跳舞的方式进场哦。啊耶耶耶耶耶耶！哇哦，可爱可爱，好。好，那欢迎呢，特别的高兴呢，欢迎你们一家人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先请你们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了。大家好，我是好圆、好亮、好点心的长工老爸，大家好，欢迎爸爸。好嘞，我们先跟大家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大家好，我是袁姐。欢迎袁姐，可爱。大家好，我是阿飞。阿飞，可爱。大家好，我是阿紫。阿紫，大家好，我是酷琪琪。耶、yeah, ，漂亮妈咪，好，非常高兴呢。他们今天的五位呢，特别的来到了现场。那当然最重要的呢，我们今天在赛前呢，我们一样要邀请到的是他们为我们今天播报中信兄弟的先发打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现场的所有球员朋友，跟着我一起将目光转向中卫的大荧幕，我们要来播报的是今天主场球队中信兄弟的先发打序。第一棒三垒手 Belo 威力加成，小小兵的帅气队长九号王威成 Belo Belo。第二棒中外野手 Belo 狂轰猛炸的炸弹小小兵92号岳振华 Banana。 第三棒一垒手 Belo 小小兵中的黄金轰炸机74号许基宏 Belo 巴波亚。第四棒指定打击 Belo 黄袍我秀秀秀小小兵29号陈俊秀安达秀全力打秀。第五棒右外野手 Belo 小小兵中的超级重炮手1号陈子豪。第六棒左外野手 Belo 火力大放送今晚冰冰冰冰32号曾颂恩，欢迎大家。第七棒二垒手 Belo 越打越强，越加小小兵的大哥98号岳东华。第八棒捕手 Belo 全线预备认真守护小小兵的家65号高宇杰，欢迎大家。第九棒游击手 Belo 帅气可爱的欧巴小小兵3号杨祥和 Belo Belo。 投手 Belo 强力左腕小小兵王牌外援投手35号艾士特、总教练 Belo 小小兵的老大格路今晚带领小小兵拿下胜利的平野会议总教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谢谢，非常谢谢他们今天呢为我们播报的是我们今天主场球队的先发打序哦。那今天当然非常荣幸的邀请你们来到球场，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次受邀开球并且站在场中间的心情好吗？第一次受邀感觉还蛮紧张的，因为毕竟第一次站在那个球场上，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球员站在上面其实压力还蛮大，对，然后真的就是抗压性也要蛮强的，对，然后本身就是我觉得就是蛮厉害的啦，就是蛮热，也是一个蛮热血的运动，我自己本身也是蛮喜欢看的，对。是，那这边也分享一下，因为第一次站在球场，我相信呢站在球场跟看电视的感受应该蛮不一样的，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对，自己站在这边就知道。是，而且球场其实也有看到了这么多的球迷朋友，其实大家呢也都为了喜欢的运动而来，对，那我相信呢这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对，是一件很热血的事情。是，那这边我想好奇问一下，因为你们的我们这个名字叫做好圆好亮好点心哦，这个就要交给妈妈了啊，妈妈来，妈妈跟我们讲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创意激发呢成立了这样子一个名字，跟这个跟我们分享好吗？因为我高中的绰号是圆仔花，然后同学就银牙灰就对了，对，圆仔花银牙灰，
是，所以那时候生老大，他就说那我是大圆，他就叫小圆。哦，对，然后一下子就不小心又怀了老二，然后说一个叫小圆的话，那他个性蛮暖的，像太阳，那他就叫月亮好了，就亮亮。哦，然后又不小心有了第三胎。然后他说那第三个都要叫什么啊，就叫太阳、月亮、星星啊，就叫星星这样子。哦，了解。哎，欸，蛮可爱的，其实蛮有创意的，但是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会不断的发生意外。是这样讲吗？哦，好，也可以这样讲啦。 OK OK， 好，那最后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等一下其实一个二局要上舞台跟我们一起应援嘛，那也聊一下，因为我发现其实你们常常分享他们在跳舞的影片，而且我发现哦，他们的舞感非常的好，这边爸爸是不是也稍微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平常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去培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舞感方面有这么好的这个成就？因为我本身是跳舞的，是就是跳 breaking 地板的，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在家里自己练习，然后我通常不会要求他们跟我一起练啊，虽然很想，是，可是小孩是不能强迫，那种兴趣的东西是就是你要如何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有时候会说，哎，我会跟他们讲说，那爸爸要上去三楼练舞，那如果你们想要上来看，在一起。然后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忍不住，然后就会跑上来看一看，就自己想要跳。所以我就会用很多方式去引起他们的注意，对，然后想办法让他们跟我一起跳舞，对，是，主要是这样，对。OK OK， 那爸爸，你觉得我有资质学 breaking 吗？哦，可以，每个人都有。哦，好好好好，那希望呢有一天呢，我也可以亲自跟爸爸讨教一下 breaking， 到时候呢。再说哈，好，OK， 好，那谢谢爸爸。哦，先把麦克风收起来，后面不要讲太多，不然到时候我怕我等一下上舞台哦，会很难应付他们。OK 啊，哦，好，那我们这边呢，准备好之后呢，来，我们请艾比呢将手套呢交给爸爸。那爸爸，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好了。好，那来，我们来站在爸爸的旁边好不好？在爸爸旁边。好，没关系，我们另外 OK， 来，我们阿飞来，阿飞来，阿飞你在这边好不好？你站爸爸这边。好，没事，两位各两个，各两个，对对对对对对，好，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郊游大队长霸气一击曾子勋。哎呦，还带护具上来，哇，今天接球非常的慎重哦。哦，不愧是我们的郊游大队长。好，那我们这边呢，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倒数进行投球，三、二、一，请开球。好球 ，Bravo！ 好，那我们请呢，我们的王牌捕手詹子贤呢，来，我们一起来进行合影。来，我们站到场中间来，来，妈妈，我们一起看向正前方 ，OK 吗 ？OK。好，那再次呢，谢谢我们好圆、好亮、好点心一家人，还有我们今天有备而来的曾子贤来到现场。那我们再次的谢谢他们，那我们一起到场边来，来，艾比来帮我牵他们一起到场边。那我们来跟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来，爸爸这边，哎，这边。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可，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